二米木老大两个的，把咱熬个的跟咱美丽湾度假村已经来开发案呢。八路个的米木可是比啥嘛的都路安米样子。熬那的那八三干个的跟那肉满那的那找嘛是爱，那容易我如嘎达张啊，阿的那木大点个嘛。熬都加安米爱跟那马蹄那跟那肉满个的把咱熬，熬嘛是爱打马抓木八三蹦打白手打12亿元个嘛。我们老大跟那里问伊，哦，都阿拉拜哪个的跟那走路谈论，哦，一定那游泳池一早把给木洞那扎西拉斯，噶的巴拉奥跟那美丽湾度假村里，哦，买噶的跟那多比那啥个巴鲁噶人民，木个是比什么达萨阿米拉，巴鲁噶人民阿弟弟阿马若木达点，奥噶人民木什么拉个马弟达巴尔正拉，哦，一定那多比那啥个尼噶注意拉来班噶注马蒂吉斯拉，哦，2016年阿就努噶的跟那最高行政法院呢，哦，判决个马蒂达撤销环评结论个嘛，噶嘛万扎个的巴吉里本一定那美丽湾呢，我做个米啥米的，马若木拉西个的那环评，哦，噶嘛注意马若拉个马的木达点，阿嘛话的嘛你给人熬单呐，马的那的那巴拉干个的跟那罗马那的那找伊，啥块做阿米啊呢？木那么啥啥老扎啥多大白说，马人爱扎，我做噶扎阿拉，哦，噶嘛注意木噶看那马吉那看那罗马个的巴拉熬伊，马若巴萨蹦。12亿元加拿大，我们其实早就都可能有预料到这个结果，而是说政府台东县府自己有没有做这个准备，说有没有设停损点，而是一直让业者这样子无限的开发下去，这个才是问题的争点吧。真不利个的跟那美丽湾开发马达那的那还团呢，难度代表伊马是爱，不管伊咱们个做啥米伊，个的跟那马蹄那个那肉嘛伊，阿的马扎扎阿马的呢，不能跟那巴扎干个的跟的那肉嘛那种，个咪哦巴只巴拉个的跟那仲裁阶段个嘛代伊，门道代伊啊哎哇，伊的阿毛呢么跟你样个人个嘛，阿毛个个咪个门道代伊，马说呀马的呢，巴斯个打巴只日本哦巴那乌干打，难打。妈玩呐，各种各的，日各的吃同意。哦，妈说哎，咱他妈去哪看那肉嘛？各种，妈说跟面儿打不干咋？啊，玩儿。哦，妈说妈的呢，阿只蹦打啊，当然包各的跟那美丽湾个嘛。哦，妈说不能各的日各的污染难度变嘛那样。我们很希望是说我们的下一代来这边作为一种营业，或者是在那边上班。有人在抗议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在外面的人啊，也不是我们台东这边的人啊，都是外面的人啊，环评都环评环不过啊，政府应该要负担这一些责任啊。仲裁提出来，当然以美丽湾公司来讲，他一定用他的最大利益，可是对县政府来讲，我们也要争取我们县政府的最大利益。看那马吉那，看那肉马个地巴当，我马是爱。人民那注意，把个路拉扎沙路扎，乌人个扎西谷，个嘛的，哦个嘛的，给嘛大家看看那仲裁庭。哦，伊这个站呢，阿爹他们都没打沙路打白租，一定难度比那啥干的干那美丽湾呢，伊这个站呢，搞孤单，人民毛利大点，阿毛那的那还团呢，他妈都肉干那马吉那干那肉马，马肉木个嘛都什么二十个木，今年个人阿都弄，哦阿爹伊这个站呢，阿毛那个的，巴拉奥。那顶旮旯人诶，不止马，家己个那白素，阿在带便宜。